对，其实市面上很多车哈，都大差不差的，长得都特别像，对吧？你可能把这个车标挡住，你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是哪一款车型了，这是什么品牌的车，对吧？所以其实，它需要的是什么？一些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像我们这台车型的一个设计，上面上半身是跑车型的一个设计，下面是 SUV， 它属于一个跨界车型，它是跟市面上任何一款车都是不一样、与众不同的。对吧，它完全给您，我们能给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别的车给不到您的。我再给您打个比方，您花比如说很低的价格花20万，对吧，如果说您花60万买到一台车和您花20万买到一台车给您的东西差不多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对吧。所以说它其实既然都卖到这个价格了，它就应该给您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与众不同。还有什么特色的？这辆车还有什么特别的？对，咱们可以坐车里面看。对，您坐上。对，我在。啊，其实你像您，比如说您坐到后排之后，对吧？您如果说需要您控制您后排的功能，比如说空调啊、按摩、通风啊，对吧？一般的车需要您在，需要您在前排去控制，对吧？需要主驾驶中间那里去控制，但这台车是不需要的。这台车，如果说你想要控制你自己位置的功能，在门板上面这里，按摩、通风、加热、空调的温度，还有包括风速，都可以在这里调节的。就是每一个座椅都是单独的一个区域。你可以自己控制您这个位置的一些功能，而且不会影响到别的驾驶，对吧？现在一台车，对吧，不仅是我们一个代步工具，也是一个三空间嘛。这一个前备箱，所以前备箱空间怎么样？对。而且它这个前机盖它是电吸的，它会自动吸合，不需要您很用力的去关的，我们只需要用手轻轻的推一下它，它会自动吸合。并且的话，这台车它车长有5.2米，车是比较大的。但是的话，它是带后轮转向的，什么意思呢？转弯的时候是四个轮子，后轮也会有一个10度的一个调节。咱们这台车转弯的时候是前轮朝左转，后轮拖着走。这台车您前轮朝左，它后轮朝右，有一个正负15度的一个调节，一共10度。这个要充多长时间？左边是快充，快充的话就是40分钟可以从零充到80%，40分钟。40分钟。对。那慢一点的？慢一点的话，大概1个小时出头。1个小时。对。有什么特别？您像您一般开车的话，会更加注重于哪一点？对，就是您会更加关注哪一点？您这辆车的话，咱们下车怎么进入呢？就是需要这样，您需要弯腰低头钻进去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讲，一是不方便，二的话肯定是也是不够优雅，对吧？其实你看，它上面这个门打开的时候，我们下车就会更加方便，咱们可以很自然的进入到车内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一是为我们生活提供了一个便利性，二的话它的门是一个电动的，它不需要您用手去拉它或者去推它，它是一键的，按下这里，我扔后面给你，按下这里它门会自动关掉。第三是什么？我们看看一下里面的小朋友，你好。哇，那应该大的。这个可以开多少公里啊？最高650公里。650公里。对。然后要充电。对。这是6座的。是系统非常好的。对的，它打了转向灯之后，您方向盘转回来，它转向灯会自动回正的。可以拍我这边。哎，好嘞。所以他们可以看我 P 一点。对，前面右转，右转之后靠左行驶。好。这跟这个车后面一样。对，它玻璃上面有 HUD， 您前方。前方玻璃上面能看到吗？没有。HUD。啊 ，OK 了。对，右转。那这个 HUD 什么意思？就是您在前方它有一个投影，玻璃上对，礼让行人，对。对。靠左。靠左边。对。你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车的底盘开起来的行驶一个稳重性，
然后那张哥，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稍等一下，你停车的时候对吧？一般的车你要踩住刹车对吧？对对，一般的车你要踩住刹车，然后你现在轻点一脚刹车，车速停下来轻点一下刹车，轻点一下刹车，你点一下，点，对，刹车，然后这里有个 A， Auto Hold， Auto Hold 自动 Auto Hold， 就自动驻车。OK， 什么意思？它就是你不用脚一直踩着刹车啊，我就可以脚挪开了啊，脚就可以挪开了，对，包括上下坡都是可以的， okay. 包括上下坡都是可以的，对。它刚才给你说什么？你在玻璃，你正前方玻璃上面 ，OK， 有个投影，你能看到吗？哪个投影？哪个玻璃的？正前方玻璃，您稍等。对，行。您现在能看到吗？您看。啊！对对对。OK， 看到了。OK。HUD。啊哈！哦，这个非常漂亮的。对。我有看到，可以看。可以看到的，可以看到的。哇，非常好。对，像我们导航的信息、车速的信息都可以在上面显示。对，这里也可以调这个。对的，调的，比如说调，花位置的高低、角度都可以去调节的。哇，好厉害的，非常好。对的，这样的话咱们开车的时候就目看前方就可以，就不需要左右扭头去看了。嗯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非常好。哦，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堵车。对，下雨天嘛。对，所以我想少一点来，因为我不是发有车，但是没事。对，我想下雨的时候开车，但是没问题。下雨天的话就是开车会比较多，路上会更堵一点。对对的，还有对。您平时比较喜欢听谁的歌呀？这里啊，我们看一下。 OK， 稍等一下，这里有搜索、嗯、搜索谁猜吗？是吗？往前走，带行区，往前走，对，一点点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右转畅通，对的，其余方向行驶缓慢。这辆车目前现在有在哪一个国家？就是中国吗？对的，是中国的。不过我们也有很多客户，他会自己把车运到国外。这个声音什么意思？它是如果说咱们离旁边的障碍物、嗯、旁边有障碍物了、okay. 离得它比较近的话，它会自动提醒我们啊，在这里、okay. 可以360度视角看到我们车周围的一个状况。对，这边，对，现在可以左转。慢一点，左转靠左，不要上桥。对，就这根道。哦，这个非常顺滑，对吧？对，非常顺利的。这个部分有什么特别的？150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去视频监控。其实你可以看到上面没有实体的按键，都是靠触控的。它被这样，方向盘上有两个 touchpad。touchpad。对对对，这里、okay. 上下滑动是调整音量，左右滑动是切换歌曲。啊，这个也可以调高一点。方向盘吗？高低可以的。方向盘 ，OK。稍后停车的时候给您调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哦，非常好，这辆车。在那我们说、这个，在您的左手，在您的左手边可以，这里，对，可以去。啊。往上拨就是对。啊，非常好，你们可爱。哦，现在好一点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上下滑动。是调整音量，什么意思？音量对，上下是调整音量。你不用管这里，这些是目前没有别的作用、啊、就是在中间上下滑动是调整音量。那哪里说这个？就是语音。语音，对。那我可以给你辆车说什么说？这个机器叫什么 ？HiFi Go。HiFi Go。对。我还在。你好。你在唤醒他。你可以放音乐吗？HiFi Go。我还在播放音乐。好的。哦，非常好的。300米处辅路有视频监控和违法拍照。非常好的，这辆车非常漂亮。对，然后这边靠左行驶。靠左。靠左。左边。对对对，行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试一下它的加速。OK， 加速。对。OK， 我们加速。它的平。好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速度，你可以给他们看风景。现在下雨了，这个是上海中心。冬天来了。现在是5度的冷，非常的。
这个灯，嗯，说的灯什么意思？300米处辅路，它的灯光是自动调节的。啊，不用开，不用。对，它是自动的。自动的。对。就是天黑了，它自动开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哦，非常好。我们这里掉头吗？直走。直走。前面左拐。啊 ，OK， 前面左拐。哦，我可以看到速度。对的。还包括在我们导航的时候，导航的信息也可以在上面提示。哦，非常好的。啊，刷照片软的，没有那么硬的。对对对，它是自动调节的。我说要按即时意思吗？所以不用按。对对。我就导深一点。对的对的。导里面一点，哦，非常好。这个奔驰的品牌也有一样的，不是很多车有这种的。对的对。这个非常好。那我跟他说 Hiphi Go 在哪？嗯，我跟他讲什么？您和他讲什么都可以。过个一秒钟左右，然后你比如说你说播放一首什么样什么歌就可以了，可以试一下。哎 ，Hiphi Go， 我来了。Hiphi Go 播放 Diamonds 音乐。好的。他这个播放成电台了。对，他可能是这样的。它目前的话，我们语音用的是科大讯飞的，语音的供应商是科大讯飞。OK。对，然后它后期会根据OTA 升级之后，可以去识别，就是比如说您说英语的话，它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我上面还没有开灯，我已经开了灯。它是自动的，它会自动去开远近光灯。我刚刚开了。它其实我们不用自己去调节的，你要转向灯啊，是这样的，转向灯是要自己调的，转向灯。OK。然后它的大灯。远近光灯是可以自动调节的。哦，非常好。我们看一下 Hiphi Go 还可以说什么，比如说它除了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它打开窗户，它会开这个车窗。你可以 Hiphi Go 打开窗户，车外正在下雨，您确定要打开车窗吗？确定。好的。然后你再告诉他关闭窗户。Hiphi Go 主驾车窗已打开，我还在。关闭窗户。好的。哇，很 smart 的，非常聪明的车。它除了关于驾驶方面的东西不能控制之外，基本上我们需要的东西它都可以去控制。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这个前面的是什么意思？那里是这里，拍一下，这个是出风口，空调，空调的，对。这个为什么有这个空间？因为这个前面的，它就是镂空的一个设计，可以去放一些物品。对的。那这里打开有什么？按一下。按。对，是一个手套箱。哦，我们可以开灯吗？要一定按。Hiphi Go开灯可以吗？这个不可以的。OK。对，他给你看。然后忘掉也是手动的吗？对的。Hiphi Go， 我在。这个灯叫什么？这个灯它没有办法用语音控制。啊 ，OK， 都是手动的。对。OK， 算了。我们开灯吗？太暗了，所以可以看我的脸。哈哈，明白。啊，是那个锁边红灯。对的，对对对。你看我感觉我在中国，我是一个就睡着穿的。明白明白。太多，你看，你给他们看前边的，左边、前边还有红灯，那么多标识不是吗？对对。我感觉有一点 confused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，就是可以去跳动，去改变不同的颜色。哇，这边吗？对的对的。哇，这个什么跳？它可以根据音乐自己去跳动，改变颜色。哇，好漂亮。非常漂亮的，非常漂亮。这个什么跳？它根据音乐。啊，它跟音乐放一起的。对的。啊，那我们说 Hiphi Go 在哪？播放 Daddy Yankee。我等一下。没有。它这个好像没识别到。Hiphi Go， 你好。播放 Shakira。您稍等一下，听不懂。对。Hiphi Go， 你好呀。播放 Maluma。对，他这个英文。他不认识。
我也不知道。Hey, Hi-Fi Go， 我来了。播放 Waka Waka， 一首好听的 Walker Walker 来了。不是 ，Hi-Fi Go， 我来了。播放 Waka Waka。这个这辆车也可以调速度吗？比如说有一种车，他们可以调，比如说 Sport， 也这样的，调播这个，播一下，对 ，OK OK OK， 播一下就可以了。啊 ，OK， 我很喜欢这个小方方，感觉很顺利。Yes， 还有可以， yes. 还有可以，考别，还有可以空间速度，没有这辆车我感觉很舒服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是。刚刚开始开车知道吗？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的，这个车很适合的。明白明白，很适合的。我们就回闪电要下坡吗？yes。 好的，250米处辅路有延续违法拍照。我们试试速度。拍照我不喜欢拍照对，要罚款，我不喜欢罚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速度吧，现在60-70，还不错。对，它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3.9秒。3.9秒，真的吗 ？Yes yes， 真的真的。这个非常快，跟 Tesla 差不多，不是吗？对的对的。在国外车是不是会便宜一点？要看吧。在中国现在，充电的车这种的 electric cars 非常便宜的。我外面有这样的便宜，知道吗？明白。我们现在比较贵，你看一个 Tesla， 在世界上，比如说 Tesla， 在中国是最便宜的车，对，知道吗？跟这种品牌差不多，知道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世界上是中国的市场，如果是电动的这样的车，中国是最便宜的。明白明白。国外比较贵，因为他们。知道吗？他们的数量不是太多，啊，不一样。明白。那油车会便宜一点吧？比如说宝马、奔驰。奔驰应该的，因为是税的。对对对。税的影响。靠左边。对。太好了，我很开心，我认识这辆车。之后也可以试下我们另一款车，月底就可以。好，我手腕很快了。对，这辆车是多长的？5.2米。5.2米很长，还有宽度。宽有2.06米。很宽不是吗？我感觉很宽。对，很宽的。很宽还有很长。对。那停车口怎么弄？停车的话，其实一般的标准车位都是可以停进去的。标准的车位都可以。哦，很好，都可以放进去。对，放得下是放不下。可以的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什么路呢？这条路。可以拍哪边？对，朝阳路。可以这边。这样的。好，现在很多很多。快到了回闪电。对，谢谢帅哥，你介绍我这辆车，我非常开心。我觉得这辆车有很多机会才过来。明白。有很多机会。你们估计，你们将来估计在哪个国家先开始销售？第一个国家是哪个？在欧洲那边，具体的话还不确定。OK。在欧洲。还不确定吗？对。我听说可能是挪威。或者德国，对，在欧洲那边。OK， 欧洲，对。你们在美国怎么样？不是要开发吗？暂时还没有。OK。不过我们有很多客户，自己国外的客户自己把车运回去。真的？对的。哪个国家？迪拜。真的？对，迪拜。哇，他们自己买一辆车，然后他们用到那边吗？对对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德拜还有法国。法国。对，都有的。那他们卖多少辆？这个我就具体的话我就不确定，不知道了。对。那他们那边什么充电吗？对的，那边充电桩也应该也可以使用的。OK， 他们那边也可以充电。对的。非常好。
那你们把那个充电台的那边对对车移植，他们自己装还是你们自己？对，他们自己去装的。啊，你们也可以提供这个服务吗？还是？对的对的。你们也可以安排。对的。那如果现在赛果馆有一个人想下单，怎么弄？这个需要的话，肯定要需要联系国内的一个销售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是有专门负责这一方面的。我去看吗？对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没想到你们还可以接收这样的订单。这个、对，真好。但是遇到国外就需要自己去进行这样操作了。哦 ，OK， 那运费什么的，物流需要客户自己安排。对对。OK， 你们就卖 FOB 这种的。这里进去吗？就前面。前边。对。700米处有违法和视频监控。这个后面还有别的灯吗？我感觉有一点暗。还好。这个有说。你说车是动的吗？对，自动的。它自己开。对，自己的，它会识别外面的雨量，然后自己打开，然后我们可以调节速度。哦。哇，我很开心，我非常开心。这个 Hiphi 的车非常厉害的，是全部的服务，很完全的，就按 Yes， 对对。OK， 谢谢你，这个就是 Hiphi X， 对不对？对， yeah. 非常好的车，拜拜。